贵宾啊，请大家注意一下哈，在你们的前面左手边有个海上人家，有个小小的那个渔船，左手边有大概30家，大概200个人，在海上是我，有国小，有国小，有银行，啊有国小，有国小银行啊，哇，哇，非常的大，好，要看见吗？有个小渔船哦。 那个是过夜船的，海上人家哈、啊。对，不是，很多船的一艘啊，散客的。哦。哎呀。那如果是有船的话，也是一艘一船。对。过夜的。对。好，大家那个大家的左手边哈、啊，看一下那个海上人家哈、啊，有个小渔船在这边。 大家有没有看见有那些很多人在做那个救生衣的，做那个小船的，那个小渔村后面有一个景点，一般来说涨潮的时候就看不到的，那个有就是有很多岛屿围起来的，哈、啊，那指那个冒出来一个小小一个进出口，那对，就是我刚刚讲的，那么退潮的时候才会有机会看到。